厂牌制作人王嘉尔。就不会连你命运的选择在召唤我抬起头背背着我你应该充满恐惧地看着我我请你们押韵台蹩脚我把你推回到学校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听起来有点冒犯了啊那为什么你不去写诗就好了你不太能接受全黑打扮所以你是对我们三个很有意见是吗你一个人就是女子十二月方是这意思吗、啊、你可以咬的不要这么字正腔圆但是不要念错就是我们因为方言的原因有时候真的没办法你有没有其他的才艺想要展示哇他不会变魔术吧手拿一个兔子出来这样嘉尔是下班了还是怎样